省电方式百百种，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，仔细听哦。用电想要高效率，家电能效选一级，电器滤网定期清，提升效率好放心。照明选用 LED， 明亮省电我最行。省电法宝定时器，电器关机不忘记。更多节电妙方，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